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我们现在是讲民主啊，每个国家都讲人民，人民，每个人民，人行也好，铁路也好，航空公司都是人民的。你坐飞机不给票行不行？哎，你说这是我的，你的，这用不上，啊，不是你的，名字好听，是你的，一点用不着，用不上了。不是你的，我们是具足佛性，你烦恼都具在啊，你没有妙用啊，你具足那个没用啊，就这个含义了。有了大智慧了，大智慧怎么来的？得发大愿呢，是大智的自明，大愿的自明，大行的自明，数集的自明，神通的自明，大福的自明，大戒的自明，大解脱的自明，佛用的自明，佛德的自明。这样明白了，你明白什么了？明白层次相当的多。智就是明白的意思。你要想明白一些诸佛法，得发愿，愿为明之本。你不发愿呢，达不到目的的。咱说四愿，愿发了还得发誓，坚固你的愿。光有愿不去做是不行的了，还要有大恨啊。大恨就是，那要修多少劫了，那就是行为了。无边的果德。乃至上头智慧，没有修行你怎能进入呢？而正入无上，去入无上，功用不退，那得达到数集的自明，达到无功用，啊，无功的大力。什么叫无功大力呢？一行含一切住行。普贤的恒愿，修行达到的普贤恒，普贤恒是一恒具足了无量的恒门，一即一切，无功的力，力量非常的大，就是一做一个事情，含着很多的事情。就这样意思吧，一行一切行，神通的智慧，你身口意三轮都达到了神通自在，神通自在，有神通不等于有解脱，鬼神都有神通啊。他烦恼具足啊，他不能够解脱啊。神是什么呢？神是自然的心，通是什么呢？通会光明的智慧性。咱听说自明吧，那就是明，是慧性。通是慧性，无障碍。神是自然的心。唯有佛他那个神通是大神通，他心明了，会通了，福德智慧圆满都具足了，还有大福德的智慧明，大福德智慧明就是你福德沿着佛果，这得靠修行。指望修行呢，
那也是万恒了。不思持戒、忍辱、禅定、利益众生的法门，你都得具足，令众生得度，令众生成佛，这福德啊，还要解脱。佛有最圣洁力，这就是福字两言庄严佛国。佛的智慧名呢，它照料一切的，普周法界的。菩萨他还不能做到这个，二乘人还没有这个福德的自明，能够自行各种外道啊，达到佛的境界相啊。这一段解释那个上来那些个寄送的啊，也都是总解送的，没有随文解送。华严经很少来破解，随着文随着字解送，只随他意，叫意解，不是文解。文解呢，没有时候文解，文解就是照着字面啊，随着文来显的义理，这种显义理呢，片段的、破碎的、不圆满的，很容易犯错误。因为他说这个话含义很多，你给他解释一两种义理啊，把这个义理就给含混了，所以叫义解。尔时大威光菩萨得入是无量智光明也，成佛为力，而说颂言：我闻佛妙法而得自光明，以是见世尊往昔所行事，一切所生处名号身差别，即供养于佛入是我显见。往昔诸佛所入世乃成皆显见，啊，往昔诸佛所一切皆成事，无量皆修行严禁住刹海，施舍与自身广大无涯际，修自最圣行严禁住刹海，耳鼻头手足即以众供殿，舍至无有量。严禁住刹海，这偈颂再念一次啊。耳鼻头手足，为了修行严禁刹海，把身体或者舍耳朵或者舍鼻子或者舍头或者舍脚或者舍手，其实身外之物呢，宫殿财富财宝那更不算是了，舍就是布施啊。舍了很多很多，无量无量，不是一次两次，无量劫这样舍。为什么？严禁住刹海，是庄严佛净土，能有一刹一劫不思议，普贤大愿力一切佛海中，修行无量行严禁住刹海，如因日光照，环境以日轮，佛以自光啊，佛以我以佛自光见佛所行道，我观住刹海清净大光明，寂静正菩提法界悉周遍，我当入世尊广净住刹海，以佛为身力修习菩提行。这祭祀是赞颂佛的啊，赞颂这个，赞叹大威光菩萨得到佛所加持所证得无量自光明后，成佛的威力，说这些赞叹佛的偈子。
完了又赞叹佛怎么转化众生的，下头赞叹佛转化众生的，诸佛子，十大威光菩萨已见一切功德三须弥圣云佛诚实供养过，与如来所心得悟入了，为一切世界显示如来往昔的行海，显示往昔行方便，显示一切佛的功德海，显示普入一切法界清净智，显示一切道场中成佛的自在力，显示佛力无为无差别智，显示普世现如来身，显示不可思议的佛神变，显示庄严无量的清净佛度，显示普贤菩萨所有的恒愿，令入须弥山微尘数众生发菩提心，佛刹微尘数成就入了清净的果道。这一段经文先说是自悟，自己开悟了，因为见了须弥山，因见到功德山须弥圣云王，他就诚实供养佛，在如来的所，就在如来的道场当中，他就开悟了，心得悟了了。因此悟了之后，对一切世间，把须弥圣云佛的往昔怎么样修行的，怎么样利益众生的，显示佛的功德。佛是普入了一些法智，显示佛的清净的法界智慧，显示道场中佛有自在的神力，在一切道场中说法利益众生。有时候呢，像天魔外道，显示佛还有不可思议的神变力，降伏魔的力量，显示佛果度清净的，显示佛在往昔修习普贤的恒愿，显示佛令须弥山度众生，令众生也发菩提心，令佛刹微尘数的众生成就如来的清净果道。而是一切功德山须弥圣云王为大威光菩萨而说颂言，这个偈子是佛说的啊，以下的偈颂是佛说的，上头偈颂是大威光菩萨说的。善哉大威光，福障光明城，为利众生故，发趣菩提道，汝怀自光明，法界悉松遍，福慧显广大，当得深自海，一刹中修行，经与刹尘劫，如汝见于我，当怀入世智，非入理行者能知此方便，怀大精进力乃能净刹海，一微尘中无量劫修行，彼人乃能得庄严诸佛刹，为一一众生轮回精劫海。这句话要解释一下子，把那个劫海呀，一个微尘就是一个刹尘劫，那一一微尘中呢，是无量的劫了，在这无量者的修行，才能得成佛道啊，才能把那个佛刹呀庄严清净，
又者为了一一众生，一一众生，一切众生之中每一个众生，一一的众生，要度他，佛就随顺他，在轮回当中，经过非常的时间，多的时间，反正一说时间就是时分，这个时分非常长，就海那么样深，海那么样广。那么你的心呐、都不疲懈，疲是疲劳了，懈是懈怠了，没有这种念。说大威光菩萨去利益众生，他心里从来不疲厌，所以给一切世界来做导师，也称供养一一佛，西进未来际。有止境没有？没有，未来际。心无沾疲厌，心里从来不疲劳不厌烦，当成无上道，决定能成佛。三世一切佛，当故满汝愿，不知我，过去的、现来的、现在的、未来的，这些佛加持你，都能满足你所发的大愿。一切佛会中，汝身难住彼，一切如来誓愿无有边，大智通达者能持此方便，大光供养我。故怀大威力，令陈述众生成熟向菩提，住修普贤行，大明成菩萨，庄严佛刹海，法界普周遍。诸佛子，汝应知彼大庄严中有恒河沙数小劫，大劫之中还有小劫，在这小劫当中，人的寿命两小劫。诸佛子啊，比一切功德须弥圣云寿命是好多呢，50亿岁，51岁啊。在佛灭度以后，又有佛出世，叫波罗蜜善言庄严王，于彼摩尼华字轮大林中成正觉。尔时大威光童子见彼如来成等正觉，现神通力，即得念佛三昧，念无边藏门，名无边海藏门啊！即得陀罗尼，名大自利法缘；即得大慈，名普随众生调伏度脱；即得大悲，名遍法一切境界云；即得大喜，名一切佛功德海的威力藏。即得大慈大舍，这慈悲喜舍，这叫四无量心。这个名法界虚空平等清净，即得了般若波罗蜜，名自性离垢法界清净身，即得神通，名无奈光普随现，即得辩才，名善入离垢缘。即得自光，明一切佛法清净藏，如是等十千法门，皆得通达。这是大威光菩萨所怀得的利益。这里头单讲讲念佛三昧啊，念佛三昧。是吧，你一生不离念佛。念佛呢，譬如大智度论这样讲啊，般若智慧用这念佛三昧，
以般若波罗蜜为主，念佛三昧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波州三昧为副。波州两个字翻咱们华严就是念佛，这叫念佛三昧。又叫佛力三昧。怎么叫佛力呢？行波州三昧，不能倒下睡觉，把这个真片与事，这叫方便。方便是善巧，所以称他为佛，念佛成佛，这是最殊胜的。到十地菩萨不离念佛，一切所作都不离开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三宝非常重要的。在密宗教义里头，任何法会、任何念经，前头一定得先念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三昧加持力。如果你修观音法，第一个念本尊金刚上师的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，完了马上就得念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除了本尊，本尊也要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我们经常说打波州三昧，波州三昧嘛，我们把它说通俗一点，就叫念佛三昧，以佛为境界，专念不舍。念佛，意念佛，必得见佛，其心念念成佛，由念能见。所以叫门，因为你念这个门能够见佛，不论哪一尊佛，一切的佛的功德，一一佛的功德，你念就能通达，通达就能进入，这叫门。由见能够由念能够见，一一的佛的德含藏着无边，能见由念能知，说念佛法门都叫加个门字，念佛法门就是通达佛的门，一个念，一个知，完了要有所行的恒愿呢，就成就在身上的向好的功德，这叫立念处，又叫名号海。但是《华严经》没说你念哪尊佛，没说念阿弥陀佛，没有，念一切佛，念哪尊佛的名号都入世，每尊佛都具足了无边的圣德、无边的功德，由你念佛故，你就升起这些功德，深广愿长。但是一般的《华严经》上所讲的是念法性身，念的是法性佛，弃如来的真理，弃如理，是弃理。这念佛，念佛的报身佛，说功德身，功德所生成就的；念佛的化身，是佛的神通自在妙用。念一声佛号，无障不消，无德不生，无罪不灭。华严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。所以念佛的法门呢，能够开悟，能够成就，乃至于能够成佛，能够得到大智，得到种慈，种一切法，持无量意，能通达身法，对一色众生无缘的也能印除一切的病，这是烦恼啊，除去烦恼病、智障病，
佛身功德海，蕴集无量的力量。菩萨念佛的时候，原此的自己身心与佛相等，悲喜，悲呀，心就悲难，悲生悲心，就是感受众生所遭遇的苦难。欢喜呢，就动了，欢喜容易动，这叫业用。起了法性呢，那是咱们说的性空，起得像虚空一样的。一切的法性离体的时候啊，悲也没有了，喜也没有了，悲喜两亡，这叫平等清净。平等清净。又这解释般若，般若是觉一切诸法的实性离体。有一些有法、虚妄法可离的，但是不是真理，是自性离，性不具故。不要再另外离了，没有无离之离，没有离的离，这叫一真法界。真法界本来就是清净的，法界的清净，般若的清净，一切万法本来的清净。但是本来清净，为什么有这些缘故呢？那叫不是真净的，随缘的净，对，也没有什么叫净，也没有什么叫不净，也没有什么叫真净，这就达到什么呢？达到的实相般若，这就万法之体。观照是智慧，思维是明难，思维了。虽然不是明显的观照之智慧，这样子来觉悟，觉悟的佛法实相没有这些分别，没有分别。那为什么要讲个自性离垢呢？在这个大般若经曼殊室利的分中，曼殊室利菩萨一份就是文殊师利菩萨，又叫曼殊师利。在这个会上，弥勒菩萨就是持字菩萨，在这会上持字菩萨这样教授的：要助菩萨闻是甚深般若，心不沉寂。般若心不沉寂，有智慧的光照了，不沉于寂。能够进到无上正等菩提，什么原因呢？是诸菩萨能够觉悟的法性现了，离界分别得大菩提，觉悟觉法自性就是般若，这叫离。一个是自性离，一个是离垢的离，一个自性离，一个是离垢的离。离垢的离呢，就是分别之垢，思想分别所有的垢缘。这个离呀，不是真离，可离者非净也。所净啊，性啊，没有离。也没有个不离，自性本来就没有，更不复有离，就没有离开的说，这样一个含义。大家懂得了念佛三昧啊，打般若咒、般若气，有一心念佛。我们一般的，我们现在都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，你去哪一个佛的名号都可以。都可以，那你求生净土嘛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嘛，最好是念阿弥陀佛，不是不眠不休，不坐不卧，
叫般若。在般若，大般若，大般若经，他说信解分，信解分有这么一段经文：福慈善现，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说色清净，一切有色的，一切境界相清净，一切相境界相清净了。那一切字清净了，一切字字本来就清，何以故啊？要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故，要色清净，要一切字字清净，无二，无二分，无二，无二分，无别，无断，无二性。般若清净者有两种意思，上台这几句话有两种意思，说般若照一切法的时候，以般若自照一切法的时候，看一法本来清净的，可用般若自照啊，是照本体了，照性体了。第一种，第二种呢，性无二，性本来无二，般若清净了，一切色清净。这话怎么解释？大家读过《心经》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深般若波罗蜜的时，就是这个般若清净，深般若波罗蜜清净，照见一切色，色也清净的。怎么呢？怎么照的呢？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恼，所有的色界都清净。五蕴、十二入、十八界。四谛、十二因缘、六波罗蜜，乃至菩提涅槃，从属于色法。一说出来，单有言说，言说本身就是色法所摄。因万法本来是清净的，先法诸法本无生，诸法已无灭，性即诸相，心里清净了。一相住一切住相都没有了，这叫其净，故名为净。但是达到这种啊，那得行深般若，不但四法界没有了，理法界也入世，理法本来就清净，不但四无真也没有，真是对物言说的，真对假说的，假没有了，真还说什么？对待法，有一面不存在了，这面也不存在了，这叫相对法。相对法，你凡是懂得相对法，双方共存，要缺一面，那面不存在了。因为性的本身，性本来就是清净的。清净还有个清净相吗？什么是清净相啊？他说对眼物说的才说净啊，对不净才说净啊。没有不净了，还说个什么净呢？那净是什么相啊？这就明白自己的心，达到这样子了。这叫真正明心了。说在文末记经说，眼垢清净是两个。那什么是垢的本体呢？垢的实性是什么呢？没有啊，垢没有实体，没有实相。垢没有垢相，净也没有净相，都是你见，见眼见垢的。要把这个明白了，明白就入到真实的境界相。真实境界相叫什么呢？叫不二法门。这个不二法门解释很多的，单有一部经，不二法门，入不二法门。假使有个见到正觉，
正觉了就卸脱了，脱离一些诸漏，不着一切世间。是不是究竟正道眼了呢？要是如来所说的的体相本来就没有的，但是这个没有你怎么知道的？修习得到的。那么经常说般若空，我说般若空的熏习你，咱们讲起心论不是二种熏习吗？用这个般若空常熏习你，就从咱们遁入空门，遁入空门，空门这个门呢，通达空的。说你当了和尚了，当了比丘尼了，到了空门里头了。空门里头这个门呢，通达到什么地方去呢？通达到空，没有。空就是没有的意思，含义。遁入空门，反正跟世间就隔绝了，含义是这样的。那我们想想，我们现在遁入空门，空吗？为什么不空呢？你还想家？我们每位道友，要咱们这个佛学院呢，随顺世间吧，也放寒暑假，咱们暑假不放，因为啥？要解下难居啊。那寒假嘛，就都必得放。放什么？首先的呀，先看看妈妈，合乎情理的呀。有人跟我讲过这个问题，在家居士了，他说得遁入空门，怎么还回家看妈妈呢？我说跟佛学的呀，我们都一切跟佛学的呀。这佛没回家，我说谁说的？我常时回家，他妈妈死了，转个世，他有神通，他还到斗笠天找他妈妈去呢。他妈妈已经转了，变了斗笠天天人了。他说哪有这回事啊？我说地藏经说的呀，佛看他妈妈才说的地藏经啊，怎么会没有啊？一切道理面面观，那面面观呢？我刚才说这个故事，面面观，真正正确的遁入空门，放下，看破，还要回家没放下。我说释迦牟尼佛还没放下吗？释迦牟尼佛他是放下了，他随顺众生，看这世间呢有那不孝顺父母的，佛给他做榜样，佛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都让我们众生学习的，学习的。但是你得会学，得善学。那佛放不下，放不下，回到人间他就入涅槃了。你说放下没放下呀？不是用凡情揣度圣人的境界，反正佛跟我们说的法都是说，究竟我们这个体相究竟是有是无啊？人家说反正跟你们佛教徒辩论，怎么的你们都有理啊，说有你们也有一套，说空你也有一套啊。我们要说空你要说有，我们要说有你要说空。我说那是找着抬杠的，不是这个含义了。佛说法是对机的了，看看那地藏经说的，他对那不孝的下地狱的。说佛名为孝啊，你看那个净恒品第一个菩萨在家孝慈父母，当然一些众生都会孝慈父母，文殊菩萨也是这样说的。懂得这种含义了，不要拿这个意知的语言来解释这个垢净，咱是解释垢净的，垢净的。从四相上看，垢是眼窝不清净，这是四啊。垢从什么产生的？
它的体是什么？个无体，一直静而起的，因为有静才说眼呢，有眼才说静啊，静倒不存在了，眼不存在了，眼不存在了，静也不存在了。解脱是通的术法，你根本没术法还说解脱做什么呢？是吧？对一切世间不作，对一切世间不执着了，不沾世间了，那你又如何度众生行菩萨道呢？是吧？不度众生不行菩萨道，你成不了佛，没有不度众生的佛。佛说法呀，你有这种执着跟你说这一种法，你有那种执着跟你说那种法，你全部不执着了，说般若空了，那还说什么呢？你得到了吗？这叫实相般若。实相般若就是法的体，法的实体。实相般若就是诸法的实体。观照般若，观照般若吗？报身，一定得依着观照般若。但是化身很少说，因为什么呢？他所度的众生前列众生，前列众生，前列众生，就叫聚，化身是聚，有聚故前而不说，不说叫什么呢？叫眷属般若。或者叫说身吧，身体的身吧，身体是诸法聚合的，咱们这个身体啊有好多法聚合到一起的，咱这不能详细讲这个，这讲起来啊，你要读《阿含经》，读《俱舍论》，你就知道了。分析让你从身体来破除观空。咱们现在学的什么智慧呢？无奈智。无奈智，大方广佛华经所说的，他显法的义。他说这个前法的时候，他说这个法，四谛法，他说是圣谛，把它一归一定回归到法性。他的入法的深处，入法的这深处才说的垢和眼。他是用智慧所说的佛法，都是觉悟的，觉悟的都是智慧照料的，没有一些障碍，净除一些障，他所含藏的都是德，就是自德，般若的自德。尔时大威光童子，这个地方没成菩萨，成童子啊，发心呢、啊，显示的初发心，成佛的威力，成佛威力，说一些赞叹偈颂，给谁说的？给他自己带去眷属说，是吧？不可思议一劫中，导师名师难以遇啊！指导世间的智慧的导师，你难得遇到了。此度众生多善根，而今得见第二佛。大威光童子，从这大威光童子，他这个所经历的，他这个是第二尊佛，第二尊佛，还要见第三尊佛，这个佛入涅槃了，那佛又出生。佛身普放大光明，三相无边极清净，入云充满一切度，处处呈扬佛功德，光明所照显欢喜，众生有苦悉除灭，各令恭敬起慈心，令恭敬起慈心，
此事如来自在用。佛在这个法会当中，令一切众生都持大慈悲心、大慈的心，不思议变化云，放无量光光明王，先出一个不可思议的变化云。这云呢，就是智慧，现着无量色，无量色表那个智慧的光明无量。十方国度皆充满持佛神通之所现，说这种境界相是佛的神通力现象的。一毛孔现光源，普遍虚空发大音。这佛教化众生的音声从哪儿发的？从他一个每一个毛孔里发出来的。毛孔现云，云里又发声，又发声。这样光照主要是照地狱的，所有幽冥没不照，地狱众苦显灵灭。地狱之苦度一切众生，专注地狱的。如来妙音遍十方，一切烟音显具言，随诸众生许善利。佛的眼的人生啊，你的众生有善力，有闻到，没善力呢，闻不到的。说为什么加一个许是所有修行的善根的力量，才能得闻到佛所说法，只是大事神变容。无量无边大众海，佛与其中皆出现。普转无尽妙法轮，调伏一切度众生。说法的目的就是度众生，就是度众生。佛神通力无有边，一切刹众皆出现，这就是有缘在现。佛是在于性空法性空中缘起。就现了，有缘就现了，有因缘就出现，没有因缘呢不现。善心入世至无奈，为利众生成正觉。佛不是愿望发心修道证菩提，目的只有一个，什么呢？是利益众生才成佛的。每一位世尊，每一尊佛，他是发愿度尽众生。众生界是不尽的，众生界不尽是从众生的业方面看，从业众生的体性看，都是清净的，都是清净的。缘尽了，是他应该度的度了，没应该他度不了的无缘，那等别人度吗？等别的佛再来度吧。当代佛门起诉孟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，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，虽蒙雷泄之灾，33载，弘法心志未曾稍歇。于2017年11月27日，在大陆五台山安详示寂，享寿103岁。感恩孟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，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
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、培育优秀僧才、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，在诸山长老、法师及各界大德的祝福下，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于2020年10月正式成立，有继回归佛陀本怀，透过文化出版与媒体等多元形式，将佛法传扬于社会，并借由慈善公益的参与，落实大乘佛教之利他精神。基金会立足于汉传佛教，不分语系及宗派传承，致力于南传、北传、藏传佛教之间的交流与学习，其能宣扬佛法以及推广殊食、护生等的慈悲理念，尤以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、学习佛法为主要目标。竭诚敬邀各界大德踊跃护持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，欢迎您一起来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，一同为世界燃起正法之炬，照破黑暗，传灯无尽。会务介绍：护持弘法，培育僧才，僧前安养，医疗及生活救助，宣扬佛教教义与经典印制，佛教刊物影片及电子多媒体弘法，设置传教场所、护生等之佛教弘法慈善护生相关活动。立案字号：台内名字第109-005-1120号，统一编号87515434。通讯地址：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2号，服务电话03989-9319，随喜 www.lifetv.org.tw 斜线 ADATE/SUSTAIN.HTM。生命殿是云林观音讲堂举办八关斋戒暨大悲忏法会，恭请广护法师主法，日期1月22日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云林观音讲堂，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-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，电话05-633-1565-05-633-1565。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，并保持社交距离。当日上午8点半，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。屏东妙云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、高雄生命书坊联合举办消灾祈福法会，即礼拜弥陀宝忏、护生、蒙山施食，恭请湛山法师、湛江法师、湛同法师共同祝法，日期2月6日正月初六星期日上午9点半，地点屏东妙云寺，屏东县万丹乡新安村大兴路175号，洽询电话07-221-2323-07-221-2323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衣，共沐佛恩，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。师父成立了永久牌位，是否也可以让一些都绑呢？都绑就是说他还没结婚就死了，对不对？都绑呢，没人祭拜的祖先跟姑娘，姑娘就还没结婚就死了啊！我们也帮他设立永久牌位，这应该啊。我本来有这样设计，就是说那些牌位弄好以后，这个世界曾经发生过灾难的地方，或是哪一个国家或各类的东西，一一给它列在那边。
啊，对我们修菩萨道是非常好的助缘哦。看到美国的哦，看到畜生道了，所以就像堕胎胎儿一样，要有个永久牌位。刚刚讲的这些啊，还没结婚就蛇报的啊，或是其他灾难、其他民族，你想得到的都应该列牌位。就像除了如此，各国国家的国旗，对不对？啊，列在那边，就代表这个民族、这个国家为超度的，都要把它有一个名目定在那边啊。不过话又讲回来，你列在那边，有缘他就来了，所以那不是列的好看的，就要认真了啊。但是做一个菩萨不想承担，那就不可能成就菩萨道。所以很多人说：“哎呀，没有能力呀，不要做啊。”那你意思就是说你不想做菩萨了，那就算了。你想做菩萨，要承担众生苦，而且要孤独一个人的愿意承担。这《法华经》最主要就讲这个。但是不是你一个人承担？你不要这样想，是透过你对佛菩萨的信心、众生的悲心，而把这个力量给他们的。啊，你也不能起傲慢，也不用怕，因为这是佛力加持。啊，就像我们帮人家念阿弥陀佛，那是阿弥陀佛来帮助他、接引他，我们是一个中间的大悲助缘者，这样就好了。所以，再大的苦，啊，这种灾难，都把它垫好，最好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感谢。